我算了。来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这边公量要大。来，你拉。阿尼玛多。不是你拉。从这边。你的抖音要宽。尤其是两个。但是唯一的两个这个弓是分弓的，还可以再多一点吗？说渐弱，不可以渐慢，不能，不要渐弱，不要特，不要特别去刻意的去渐慢太多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有点太刻意了，因为音乐还要再下去，有，雅婷没有重要，好了，没有了，雅婷，好了，接下来七，他能注意到。对啊，泡泡抖音来。没有吗？啊，你这个比上次还要多呢。好，太多了。嗯。来。那可以吗？你要稍微指腹一点就好了。这样子，如果太指尖、太高跟鞋，会窄哈。稍微懒，所以我刚前面也没有。前面 OK， 前面 OK， 因为它是紧的东西。这边开始要 tranquil 了，稍微松一点。嗯，对。当你上去的时候，用手指头这样伸长的推出去。你推出去的时候，它就会是扁的。扁的，嗯。来，咪嗦，升，对，你看，对，伸出去，对，哎，好，这个渐强很不错，这个渐强很不错。那你还要再加上一开始就要 in tempo 啊，你不能太，我没有，一开始就要，一开始就要 in tempo， 呀哒吧哒哒吧哒，来试试看，西索米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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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不行，不能太，因为它是装饰，呀哒哒哒哒哒哒，好了。一二三，对，尽量全功。只要伸长出去，啊，然后再拉回来。他不听话，啊。呀，对。这都可以自由吧？你说翻音吗？这可以吧？这个这没有雅婷的事吧？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可以先，这边是可以，好。
了。